你们好，我是 Erin。 我今天呢要在寒风中跟你们介绍的是一家我很喜欢的韩国甜品连锁店，就是这一家 Osolo。 其实我原本连锁店系列的甜点店是预计要去介绍雪冰，就是比较红的那一个，但是我去跑了两三趟都觉得台湾的刨冰好像完胜，所以我就没有很想要推荐你们特地来韩国吃那一家。这一家它是源自于济州岛的一个绿茶甜点品牌店，后来开到全韩国都有，所以其实还蛮好找的。那我在的地方是他们的江南店，之前好像两三年前很流行这一家的抹茶酱，所以在台湾很多人就是在抢代购，就是这一家。它除了卖抹茶酱之外，还有甜点啊，其他配方茶，还有绿茶饮料之类的。那我们就先进去看一下吧。第一道是绿茶生乳卷，我必须要强调它不是抹茶，虽然它看起来像抹茶的颜色。外面是海绵蛋糕体，中间就是 cream 奶油的感觉。这个是绿茶冰淇淋，要注意的是它也不是抹茶冰淇淋。绿茶拿铁上面有撒一些它的绿茶粉，我刚刚就一直在强调这不是抹茶，这是济州岛，韩国济州岛的绿茶。我觉得它跟抹茶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抹茶的那种香味，它是很浓很浓很浓的绿茶的那种香味，而且带有一点苦味跟涩味。苦味跟涩味的部分就跟抹茶比较像，但是它就不是抹茶的味道。因为原本的绿茶比较苦的关系，所以如果它直接喝你会觉得哎，怎么苦苦的，所以它比较常喝的方式是跟绿茶拿铁，就是加牛奶甜甜的一起喝这样子。上面的奶泡拿掉之后，里面就是绿茶牛奶的感觉。其实我其中一个想要推荐这一家的原因还有它的食器，你们看它的杯子就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他们家的绿茶配上热热的牛奶，就有一点把那个苦味中和掉，变得比较温润，超适合冬天喝的。一般我们在外面咖啡厅买的抹茶拿铁、绿茶拿铁差不多会是这个味道，但是我觉得外面咖啡厅的绿茶拿铁太甜了，就是很甜。但是这一家我觉得它的甜度是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的，不会觉得很腻。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绿茶生乳卷，像这样子，很像是我们的奶冻卷的绿茶版本。一点抹茶蛋糕体配上它的奶油，它的绿茶生乳卷跟我们台湾吃到或者是跟日本吃到那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里面的 cream 它不是很浓的牛奶味，它是比较带有优格的味道，有淡淡的优酪乳的香味，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微酸，微微的酸味在里面，微酸配上有一点甜，还有外面海绵蛋糕体的微甜，这样搭配起来的感觉就是清爽的生乳卷，这样不会整个吃下去都是牛奶味。虽然我也很喜欢牛奶味的生乳卷，但是我只是想要表达说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最后是它的冰淇淋，超大一球的，这边被我挖了一口。其实它的味道还蛮妙的，就是很像我们刚才喝的绿茶拿铁变成冰淇淋的版本，它就是融合绿茶跟牛奶的冰淇淋的味道，但是它的绿茶味会比牛奶味还要再浓一点。冰淇淋的侧边啊，还有它的上面，其实都是撒有一点抹茶粉，这样就在口感上会多一点粉末的感觉。我还蛮喜欢这一家的地方是，很多韩国的甜点店我觉得啦，可能韩国人味道比较重一点，所以对我来说很多都太甜了，但是这一家它的甜度是我觉得刚刚好，就是不会吃到很腻，不会很甜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如果想要跟朋友约个地方吃下午茶聊天休息，我还蛮喜欢这边的，因为它除了餐点还不错之外，室内环境也很棒，就我们刚才照的那样，整个空间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又很开阔。只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有一点贵。你们看我这样子一个 set 就要16000，16000的话大概是我们平常在外面吃简单的中餐，
的两餐的价格，就是我可以吃两份韩式拌饭那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点贵，但是其实我们来也不一定要点那么多，就可能点一杯饮料或者是一个蛋糕就可以在那边坐很久。其实这样想起来好像就比较还可以，因为它室内空间真的规划得很棒。另外啊，在人事洞有一家韩屋式的欧索隆，这家品牌店它是连锁店，但是每一家的装潢会有一点点差异。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去人事洞的话，一定要去逛它的这一家，然后坐在韩屋的 view 上面吃饭。这样在它的菜单友善性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英文或者是带有一点点中文，有些有中文有些没有啦，所以基本上也还蛮方便我们来点的。整体的推荐指数给它4颗星，值得绕路过来吃。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的介绍甜点店，如果你喜欢我介绍甜点的话，记得帮我在右下角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其他有一些我没有做成完整影片的资讯，我会提供在我的粉专给你们参考。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影片出来之前我在干嘛的话，你们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IG。 我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啦，你们来韩国除了吃雪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甜点的选择，这家我真的蛮喜欢的。那我们很快下个影片见啦，拜拜。它下面卖的茶其实你们可以在上面做试喝，看一下说你们喜欢哪一种口味。像他这边就有说这个是 Best One 山茶蓝济州绿集，这个中文虽然翻译的有点怪，但是大概知道是什么。